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为您表演的朝鲜国立平壤杂技团已经有了59年的历史。平壤杂技团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大型杂技团之一，他们呢拥有400多名的演员，已经出访过70多个国家。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呢，是高空杂技节目单杠飞人，这是平壤杂技团的许多高空节目之一。这个节目呢，曾经在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和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当中获得过最高奖。动作又高又飘啊！可以说是配合相当的默契，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掌声。现在呢，我们的演员要通过绳梯呢回到原位，任何一个没有100%完美演出的动作他们都不会放弃。现在呢，我们演员将回到原位，继续为大家带来刚才这个高难度的表演，我们大家用掌声祝福他能够成功。我们现场的朋友知道呢，我们演播现场的温度非常的低，其实呢，我们看到来自朝鲜的艺术家们，其实他们的衣着非常的单薄，不知道这样寒冷的空气呢，会不会对他们的表演造成影响？我相信呢，观众的热情能够带给他们力量。非常漂亮的单杠动作，接一个高空的抛接，能成功吗？成功了。哇，还有，再一次，漂亮。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请大家密切注意，马上要表演的是世界上唯一的高难度动作，连续后空翻三周，将由朝鲜姑娘金英静来为大家表演。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更难度的动作，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将由平壤杂技团的功勋演员李学成来表演。这个动作是侧身空翻三周。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在自发地给我们的演员加油，相信来自平壤的艺术家们应该能听懂大家的鼓励。现在功勋演员李学成已经就位了，这个动作是侧身空翻三周。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高空杂弹上最高难度的动作，最高难度的动作，连续空翻四周，将表演的是金城三，他现在在挥手向大家致意，我们用掌声给他祝福。现在呢，金城三先生回到他的位置，他将再一次挑战这个世界杂弹最难度的高空动作，连续空翻四周。我们的朝鲜艺术家们远道来到长沙，在这个场地他们简单的适应了几次之后，在今天晚上的现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挑战这个世界上最高难度的动作。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用你们的掌声来给他们祝福和力量。刚才的表演离成功只有一点点的差距，
这一次能够完美演出吗？他们已经就位了。谢谢所有的朋友给我们朝鲜的艺术家掌声鼓励。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更难度的动作，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将由平壤杂技团的功勋演员李学成来表演。这个动作是侧身空翻三周。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在自发地给我们的演员加油，相信来自平壤的艺术家们应该能听懂大家的鼓励。现在功勋演员李学成已经就位了，这个动作是侧身空翻三周。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高空杂弹上最高难度的动作，最高难度的动作，连续空翻四周。将表演的是金城三，他现在在挥手向大家致意，我们用掌声给他祝福。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更难度的动作，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将由平壤杂技团的功勋演员李学成来表演。这个动作是侧身空翻三周。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在自发地给我们的演员加油，相信来自平壤的艺术家们应该能听懂大家的鼓励。现在功勋演员李学成已经就位了，这个动作是侧身空翻三周。
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高空杂谈上最高难度的动作，最高难度的动作，连续空翻四周。将表演的是金城三，他现在在挥手向大家致意，我们用掌声给他祝福。现在呢，金城三先生回到他的位置，他将再一次挑战这个世界杂谈最难度的高空动作，连续空。回到原位，继续为大家带来刚才这个高难度的表演，我们大家用掌声祝福他能够成功。我们现场的朋友知道呢，我们演播现场的温度非常的低，其实呢，我们看到来自朝鲜的艺术家们，其实他们的衣着非常的单薄，不知道这样寒冷的空气呢，会不会对他们的表演造成影响。我相信呢，观众的热情能够带给他们力量。